做得很棒哦，超正，只有今天有呢。没有来看表演都买不到，因为那个也不够，就是刚好今天的份这样。所以如果以后啊，你们就等久一点，拿去网络上期末拍卖啊，就可以把今天的票价赚回来这样。这样是蛮低级的，所以我们会在那个各大拍卖网站上监控。然后我们那个书后面有一张我们的 CD， 是我们今天发行的单曲，那很好听，当然，那很好听。然后我们那个我们的 round down 现在都排很紧了，觉得都不讲话，不讲笑话，然后我要听笑话，所以只有出状况的时候就会派我出来救火。就今天啊。讲笑话。我太久没出国了。我最近有什么笑话吗？好像没有。等我想到了啊。那我们等博上一下。